距离西元2023年正式进入倒数，因您的支持及同行，与观音山共同成就了佛陀天降日的众多善行，每一个善行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希望。佛陀天降日期间，佛教会志工汇集众人爱心，将物资捐赠给资源匮乏之单位，更是如火如荼展开实际访查急需捐赠轮椅的单位，让每一份爱心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观音山每年实际勘察，深入民间偏乡探视访谈，务必将轮椅和物资送到最需要救济、资源最匮乏的人手中。同时，观音山也将注印《弟子规》中音图文本6000册，赠予70所以上之偏乡学校，包含澎湖、金门、马祖等离岛，陪伴每一位儿童茁壮，未来成为社会中孝顺、良善、仁爱的人，共同为偏乡学童创造具意希望的人生。今年更是集结众人之力，于佛陀天降日期间举办保育放流，和善信法友一同携手拯救无数生灵。为能让世界多一份祥和，观山的志工身影在佛陀天降日期间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悬挂祈福环保感恩心，数十善念利他行，海内外善信法友响应踊跃，超过数千条劝善旗帜飘扬于世界各个角落。与此同时，也广邀社会大众如素，超过数万参次的殊实响应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国家，每一位善心护持者都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无名英雄。大家共同响应五大善行，点灯供佛祈福回向，连线参加法会，和观音山共同成就佛陀天降日众多善行，为世界添增一份的祥和，也带给大众温暖与希望。您无私的爱心让善气遍布各国角落，利益人数总计超过1000000人，每一位五大善行的支持者都是行持菩萨道的实践者，为社会注入一股最吉祥慈悲的暖流，成就自他最殊胜的功德利益。且让我们以善行为自己记录此生，于天地之间俯仰无愧。佛陀天降日，五大善行爱满人间。2023年续集，与您明年有约。